一大早过来啊，发现我妈泡了一盆黄豆，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阿妈，黄豆干嘛的？做豆腐啊？那做豆浆做豆腐呗？是不是啊？嗯。来，是不是啊？吃啊！你那买的吃不吃的习惯？阿大米很少在家里自己做，买1块钱一碗，2块钱一碗。还要再过一遍。嗯。离远一点啊，远一点，不要弄着你了。倒了，倒了。倒也行。那么大一盆啊！你起。这应该给猪喝的。给猪喝的。这人喝的。喝的。这牛奶。很甜了。弄弄。牛奶。买豆腐。你别挨着咬嘛。嗯。俺这边挨着咬。这回全在超市里，没有人让咬卖哈。嗯，少了，小声，这是。你这多少钱一人呢？一个卖几块钱呢？2块钱、3块钱。你说豆子哈？那你说豆5毛。就是的。嗯。半说豆子，半说水。嗯。5毛钱。你看哈，鼓了了。又起来了吧？对，丢的反正没事，先买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先买一斤的。这，他也不敢说了，咱一看说多少钱多少哈。放点什么？腌卤。腌卤点豆腐啊？嗯。这就凝固了。嗯。这搁这个就凝固。妈，最后点豆腐了。黑心。是的。黑心。这个放里面一搅搅啊，嗯，给你点，我不会，你别等你点老了，嗯，我不会点，这样就这样，放里搅搅就行，不毛巧，就是一点一点放好，嗯，少放，哦，腌卤和豆腐，那豆腐呢？豆腐得压呀，啊，压，不能压啊。把它放在一个纱布袋里，把水挤出来，然后呢，叫什么压着它，它就变成成块了，就变成豆腐了。嗯、对。哦，豆腐是从豆腐脑开始弄的是吧？对。那下面那个水呢？水都给猪喝了，就尿了，汤尿了。哦，水就没有用了是吧？嗯。哦。那放了味精，腌好。嗯。尝尝。很辣了，我不吃。很好吃啦。就点名吃，电动脑吃能吃。叫单吃不辣。陈建明觉得豆腐很好吃的，很香的。我也知道好吃啊，现在吃。怕你吃一次就忘不了了。啊，吃过了。他觉得现在搁里也好吃。会吃那种，那我也吃的啊。嗯。啊，看了吗？嗯，马上就行。还点紧呢。很好。好，这是豆腐脑是吧？对，这就是豆腐脑。全麦豆腐脑。还没好了是吧？差一点呢。差一点呢，对。嗯。多嫩啊！好。嗯。走。看好不好？嗯，学嫩学嫩。哎呀，鸡蛋滑似的。好吧。嗯。嗯。比买的嫩多了哈。嗯。好，越成。小弟弟，好好先挠呀。鸡蛋滑。这豆腐脑。太好了！哎，姚姨送人家先，先吧，要再等呢，我再点那个，嗯，这也行，这真想吃哈，嗯，那就很辣了，嗯，弄了你吃吧，主要你好这口吗？我点那个，那要这个更辣，豆腐、辣椒、咸菜。绝配是不是？嗯。黑色是咸菜。对，黑色是咸菜。我看到黑的了。月口水流下来没？
妈妈的手艺得传下来啊。嗯，去开个那，我请您。下次教教我怎么点豆腐的。你看一个灶台练出来了，油饼，花卷子，萝卜菜卷，豆腐脑，啊，再炸个，你干活开了，啊，再炸个油条，包个包子，包个饺子。那爸会炸油条。嗯，对吧？一个灶台练出来了。你会不会炸胆子了？吃豆腐。这往你着急呢，吃豆腐。弄得口也想家人。来。棒棒糖，喜欢吃面条水饺，喜欢吃面食。嗯，吃豆腐啊，别动。我吃这边的。吃这边的。这边这边不辣，这边辣。可好吃了。筷子不辣不？辣。不辣，这个不辣，是吧？再卷一块给你哈，吃了那块再吃这块哈。咸菜豆腐绝配。好不好吃啊？好吃不？好咸呐！不咸。好咸。哎呀，好甜。好有味哦。有味。有味道。嗯，好吃。真好吃哦！你看外婆给拉的湿湿乎乎的，还想吃。你把那搞来。哎，趁快的倒来。这生的小咸哈。嗯。先放那点，是不是要备？嗯。